为了关心华人银发族的生活，纽约松柏爱心会举行了年度的感恩联欢会，现场300多位祈祷会员齐聚一堂。今天非常高兴参加纽约松柏爱心会主办这个感恩节活动。其实我刚才想想，我们每个人的感恩，因为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身体，能够跑来这里，大家一起谈话、团聚、唱歌、跳舞的话，是非常好的。感谢我们王会长主办这个活动。我希望呢，我能把这个老年会呢做好，我还有这个健康的身体，我继续努力鞭策我自己，看看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，这个是我的愿望。王会长呢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一个侨领，他也参加许多的活动。那在这样一个美国的感恩节还有圣诞节来临之际啊，到处充满了欢庆的气氛，能够为我们侨社里面的老人家前辈来庆生，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，而且也是来回馈我们社区的。多年来他们照顾老人有甘有苦，而且没有拿政府任何钱，全是靠理事还有社区各界的支持，而服务长者也让他们得到最大的快乐。联欢会上表演节目非常的精彩，而贵宾们更是有备而来，轮番的上台高歌与祈老同乐，气氛是非常的热烈。